先写一个二，画出它的樱桃小嘴，弧线连接起来，画上眼睛，画上羽冠，画上翅膀，波浪线画出大大的羽毛，写八个零。再写八个一，里面再写很多个零。画上小脚，添上细节，最后涂上颜色。漂亮的孔雀开屏就画好了，喜欢就点个赞吧。